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结束了，走啊，走了，狗哥哥，哒哒。哦，外面是有一面墙。Oh my god！ 哇，救命！哎呀，啊，本石吗？哎，这是个真墙，真墙。这真是墙啊！真砌了个墙啊！实验手册，实验手册。关于拆墙的研究报告。胡克定律的力学基本定律之一，广义胡克定律的目的是用最小的外力产生最大的应变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拆墙时，会在墙上画个叉，然后沿着叉子打洞，再抡锤砸墙，就会变得轻松。因为在墙中间画上叉形并钻孔，会破坏墙体的弹性，让力更集中的锤击的位置，而不会被墙体其部分分摊。我懂了，先画个叉，然后凿眼，凿完眼之后，然后拿锤抡。哦，这个我觉得要大一点吧，太小了。叉无所谓的，你再大的叉中间都是那个点。我们先钻一个是缝里的，还钻一个墙，看砖头里面看哪个快。哇，这好解压！我也想来试一下。通过，通过，哇哇哇，光明！通过，通过，哇哇哇，光明！我来转一个，哥。OK。那个缝里好转，因为那是水泥。先大锤后小锤的吧，那个小瓶里面。先得小锤扣缝，哦，然后大锤搞定。八十，打眼啊，哥。哥，这跟胡克定律没关系啊，哥。哥，你现在是砸哪儿是哪儿啊，哥？跟眼还是有点关系。哎，我们要出去了，可以砸外面了吧？哎，这就砖不实，实咱出得去吗？咱你还嫌弃什么？别成。哦，这就出去了，我先出，带头出啊，大勋。来，给我东西，给我。哎呦，我天，那么重！我的天哪！来，东方国仙出草，快给我！哎呦，我给他就跑了，你就拿东西就跑，再见了。走啊！哎，不对，是回去，咋了？手册结束了？没有，是玻璃吧？这是第五个，还有仨呢。哎呦喂！走吧，去那边。哇，拿上我们的宝藏！哇！